聪明小火车数学逻辑游戏，越玩你越叻。在说明书入面挑选一条题目，玩家的目标是用砌图砌出一条完整的火车轨道，同时将轨道上面的数字透过加或者减法得出题目要求的数字。题目会提示玩家需要用到多少块砌图，完成题目之后就可以为火车上链并放到路轨上面。如果砌图正确砌出一条完整的火车轨道，火车就可以顺利地在轨道上面循环行走了。游戏中学习引起小朋友对数学的兴趣，题目有深有浅，适合不同程度的小朋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啦。